到访我国的文莱王储比拉赫参观了樟宜海军基地，国防部表示，这凸显了两国之间紧密且长期的防务联系。比拉赫乘搭了主权号，并了解巡海护卫舰的作战角色和能力。他也视察海军如何同警方和海事及港务管理局等机构一同保障本地海事安全。随行的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扎吉哈表示，期待同文莱加深联系。